夏姿陈 Shepzition 是出2018年秋冬形象广告，以圆点和线条作为画面背景，显现品牌年轻化的企图心。奇境的主题将敦煌壁画以现代感的设计诠释，打造光泽面料独家蕾丝烫印的秋冬男女装。奇境为夏姿2018秋冬系列的设计概念，铺陈住丝绸之路，让东西方元素串流交汇，以敦煌的壁画作为印花表现，辅以品牌的刺绣手工蕾丝开模，打造秋冬女装的独家面料，将敦煌艺术加上五年代的优雅，创造夏姿的新复古华丽风。今年也是品牌创立40周年，设计总监陈彩霞以缤纷色创作出有别以往的缤纷，模特儿在形象广告中也有玩耍的随性自然。本季再度与德国摄影师 Serena Becker 合作，捕捉模特儿动态的瞬间，以行走之姿来描绘如画服装。影片中的模特儿冷面又俏皮，在自然摆动之间展现品牌设计的工艺细节和主题意象，炫目的提包鞋履更点出本季活泼多彩的年轻动感。 Shepzition 夏姿陈2018年秋冬形象广告 https://www.iloutube.com watch VI5TLGC6S 夏姿2018秋冬将品牌擅长的刺绣发挥机制，一材质拼接更多样。图夏姿提供分享。刺绣混纺羽毛带来歌德风的神秘感。图夏姿提供分享。年轻化的调性为夏姿2018秋冬带来更为缤纷活泼的呈现。图夏姿提供分享。敦煌壁画是秋冬季主要印花灵感。图夏姿提供分享。